佢明知汪小姐有段咁可怕嘅经历，已经好难受噶啦。因为呢件事而死嘅，唔单止汪海晴三个同学，仲有 T 威个女朋友。佢嘅伪装手段已经系好成熟，佢嘅反社会人格障碍已经系去到好危险嘅阶段。反社会人格系人类入边之中最优秀嘅一群，每一般人嘅情感亦都唔会觉得内疚。人之所以为人，系因为有道德，知道咩叫啱，咩叫错。你是心理学家，你唔系差人，你系咪要所有人死晒？你叫安乐啊！可以揭穿佢，我咩都肯做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即使真相系血腥残酷，搵到真相，我系唔会放弃。心理追凶 ，Mind Hunter。